好，我是板娘小薇。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呢，是这位叫做平庸者福星天降的同学提出的，在手机游戏黑洞大冒险的单人模式里挑战吃掉整个世界，限时2小时。这位同学呢还留言说，虽然这是款休闲游戏，但是差点给他整自闭了。哎，别，这句话呢咱们以后可以别留言，我怕我还没开始挑战呢，看到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先自闭了。那么本期挑战任务如果失败的话呢，这个惩罚也是他提出来的，让吴表情吃生大蒜、生辣椒和柠檬。哎呀，这个柠檬和辣椒呢，我其实都已经吃过了，也不是很难，好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今天挑战失败的话呢，我就吃生大蒜。我不会失败的。好了 ，OK， 赶紧开始今天挑战吧，走起！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锅王小薇。要问我胃口有多大，一个黑洞塞不下。今天我变成了一个小黑洞，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可以吃掉的东西，同时呢还得小心不能被其他的黑洞给吞噬了。但是我找过来找过去，除了刚才吃掉的路灯，其他东西长得也忒大了吧。塞牙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，我怎么才刚一上来就被一头猪给吃了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，你虽然长得像头猪，但是你不能真的像猪一样啥都吃，好吧。 Oh no， 你怎么又来了，别吃我行不行，我没洗澡呢。同样的起跑线，有的人吃成了一只猪，有的人开局多大现在还多大，这说明什么？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啊。为了赢得今天的挑战，我决定从根源改变我的思想。我怎么又死了？正当我复活了的时候，我又死了。我死吧大哥，连吃我2次，快跑快跑，这边的战斗太可怕了。没事，这局倒计时都快完了，我除了开头吃到个路灯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啊！快走快走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啊，总算是吃到一些小树变大了。啊，完了！我去，这刚开局连死4-5次，哎，气死我了！哎，确定这是个休闲游戏吗？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上一局我垫底 out， 这一局老娘我势必要吃回来，吃吃。先把小的物件能吃的都给它吃了，吃路人，吃椅子。哎，我长大了，水阳鹏、小轿车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这一把胃口大开啊！看见一个别的小黑洞，我吃。我去，淘汰一个对手加20分，我吃了几栋楼都没有这个分数高啊！我知道了，难道这个游戏就是要淘汰敌人才能迅速长大吗？走走走走，还是这个小鲨鱼，你别跑！算算，前面是排名第一的玩家，我再往前走就只有一个字，死了。这局游戏也太快了吧，虽然我现在终于可以吃高楼大厦了，但是时间又只有20秒不到了，感谢。看来又得等下一把了，不过呢这次我学会了啊，楼房轿车再好吃还是对手香啊。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想追老娘下辈子吧，看我把你引到高楼大厦去。各位各位，我去，怎么还是你？再来，下一把，气死我了！这游戏真的有毒，玩到现在第一的名次我是碰都没碰过呀，你说气不气？不过这次我换了一个爱心皮肤，来看看有皮肤加成之后黑洞厉不厉害啊！告诉大家，开局先来这个小花园，里面的东西基本都能吃，稍微变大一点就可以开始吞小轿车。看见敌人能吃掉的，一定得给他拿下，拿到高分才能更容易变大。哎，小心！我去，我怎么突然就垫底了呢？不行，我得吃两个敌人加加分，2个，哈哈哈哈！快看我的分数立马涨到第1名，大叔是吧？一口吃掉你！我是一辆推土机，我要把城市全铲平。哎呀，虽然现在我稳居宝座，但是距离吃掉整个城市还是有一点距离的。这就是强者的世界，好吧，开始吞城市，怀土机王大嘴，总算吃进一把，但是还没有跳跃成功，3乘3格的城市我只剩2排不到，再来，玩着多就认识路了，看我开局直接奔向小花园去，努力长大一点，哎，正好来了个敌人，吃不上没关系，变大了一定会马上把对手 KO， 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现在我已经稳居第一宝座了。
开始退喽，边退喽边看见敌人边吃，打下去，别出来。我去，总有一些大佬会卡住，继续推进，只剩最后一排了。吃完整个城市啊，不过呢，距离挑战成功也只差几栋楼的距离了，因为总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建筑物不是被碰到在地，就是卡在那个黑洞里。我相信再多来几次，我肯定可以吃完整座城市的，好吗？好吧，那今天就只能接受惩罚了。我才发现今天的惩罚也离不开吃，不就是大蒜吗？走起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就是生吃大蒜吗？啊，我今天给他整一个啊。我们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啊，有没有东北人啊？人家对于东北人来说，吃个大蒜就是小菜一碟啊，比如说陈大白这种，对吧？东北人扣个一，来支持一下我吃大蒜，生吃大蒜了，我要迈入东北人的行列了啊！咱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。其实吃大蒜没啥，吃完大蒜之后这味道熏人，看我吃完就给你们熏一个，给你们都熏趴下。你以为的吃大蒜，我要开吃喽。实际上的吃大蒜，好辣呀、啊！舔了一下，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这怎么可能无表情？这身子不应该配点啥吗？你们闻闻这味儿，我这会儿咋出门啊？我还要出门约会呢。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，有小料，欢迎在评论区中跟我留言。我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哦，好啦。